大家好，我们继续讲解《孔子论语》述而篇第32节。子与人隔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合之。与就是和人们在一起，与人就是和大家一起，隔呢就是指。祭祀的时候，祭祀人面对祖宗啊，汇报啊，唠叨啊的一些话语。那么久而久之呢，那就祭祀人为了啊增加乐趣，那跟唱的一样啊，拉腔撇尾啊，完了以后又抑扬顿挫啊，叫人听了很舒服，就称之为歌。那从那以后呢，大家哦，这个东西原来这么好听，就出现了歌或者曲。慢慢发展出来所谓歌曲，那么歌呢，在这儿就是一个动词，就是说用今天的话就是歌颂，哈哈，啊，宣传，或者说是这个宣扬，啊，这个什么呢？宣扬善，善是什么？就是阳，母羊、大羊哺育小羊，称之为善，照顾还这个幼小的生命嘛。那么在这儿就是指境界高一点的说法叫平等的人和事儿，那么在这儿呢就指着说善人善事儿，那么孔子和大家一起向大家宣传，这个榜样，好人好事儿，善人善事儿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必使反之，必呢就是指一个关隘，你必须，你一定要从这通过，没别的选择，称之为必。就是一定，那个使我们说嘛，就在路上驱赶，车啊，或者是驱赶牲畜啊，牛啊、马啊，其他的动物称之为使。那么在这就是让的意思啊，反。折为反，就是什么叫折？就是把它撅折了啊，折。那么为反，那么引申义呢，就是反对。在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质疑。一定让大家去反复的质疑，这到底是不是善人善事儿？而呢？就是指整理头发，因为我们祖先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发达的理发工具，你剪啊、打薄啊，甚至于刮呀，那都做得到。不要头发，像我就剃秃瓢。有的人说，我要看头发美，那可以烫，还可以卷，那么各种方法。那时候祖宗就这个头发，因为不停的长人不死，头发就一直生长，那么。就要这个整理，不那么容易整理啊，所以而是指整理头发，那么就说整理，而在这是整理的意思。后呢，其实和君，是并列的，仅次于君，那么比那个和为差不多，和那些相啊、宰啊、这个士啊。宦呢、官呢、臣呢，那不一样，因为这个地方是纯指女性。因为确实大家也可以想象出来，像大家选择了一个君出来给大家照看这种度量衡量具，那么这个君呢，有时候就有事儿啊，有事儿，那么通常说怎么办呢？在村头上说找他老婆，找他的这个配偶，找他的太太。那么来，因为他这个太太呢，受这个君子啊、君的这个感染啊，那肯定也懂道理嘛，所以大家也信任他。那你来给我们整整吧，这就和我们现在农村建立道房，那他老头不在，叫他老婆来给整整吧，就这种感觉。那么通常这个君的这个夫人呢，那么是在君工作的时候呢，他就在君的背面那么久而久之在背面的这个就称为后就是指这个第二选择，因为君不在了嘛，就是找的老婆找这个他的配偶去给大家主持那个，所以久而久之这个后呢也能给大家去
照看这个窦亮恒给大家主持公道，后面会讲到悟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么，就是给大家去主持一个正义。那么这里就指这是第二选择，那么也是指女人的意思啊，就是个圣人的妻子。那么在这儿呢，就是而后，就是整理完了以后啊，指以后的意思。那么这个禾是指什么？就是指不管是庄稼也好，还是树木也好，植物结出果子为禾，结果了啊，那么称之为禾。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指有一个定性的结论啊，称之为禾。那么就是叫大家反复的质问以后呢，再去得出一个结论，这到底是不是善人善事儿。那么这一段呢，就描述了这个孔子为人处事的严谨啊。他在跟大家一起宣讲这个善人善事的时候呢，一定鼓励大家从多个方面对这个善人善事进行质疑啊。你可以去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善，真的这个平等呢？那么大家广泛的讨论以后，再给一个总结的结论啊，这个是真善，这个呢善有点欠缺等等吧。那么好，这一节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